Hello，大家，我是伟哥，我们今天继续玩王者荣耀启示吧。今天这个哪吒王克者隆在战啊，打你那这边。个太乙真人，这也是第一次和遇哪吒打太乙真人啊，碰到太乙真人啊。其实你哪吒打克隆匹配对手还是很少啊，就不一样。以前很多我的是自还是由，哪吒对我哪选吒择。啊，现在哪吒对太乙真人还第一次啊。我先走上路，看有没有。现在上路发育一下吧。我操，他开爆了！远离他！你的空手接不住白刃。他就除了一技能自爆以外，也没啥大。我靠，两个，又残了一个。等他技能爆掉以后再去追他。击败我的，会让我更强大。哇，两个，糟糕了，这什么鬼？信号都跑出来，别！我刚才一个信息弹出来，弹死了啊！只站在我这边。继续。既然死的第一个是我，郁闷了啊！这不应该的啊！我自由，我选择。哎呀，他电脑的操作还是有点难度啊。等到大招的时候，就是雪人比较麻烦。我要是切换手臂，换个鼠标来打。你的空手接不住我的白刃。等我有大招了，就知道你们在什么地方了。现在让你们烂蛋一下。诶，奖励第三只手抓，我操！不能击他们败，两个在一起会话，让轮我流更强换大。啊，没办法追。我操，三四个在这里啊！你们想干嘛？我才不上当啊！开个大给你们看一下。哦，糟糕！我自由，我选择。就怕他们全部都在换炸，换炸就麻烦了。我操，死这里了！这么多个，你的空手接不住我的白刃。操，他还复活，吓死了！靠，一个没杀呀，他们都复活了，我去，一群人在一起也不好打。这个坑，这还不能跟他们打团啊！打团的话，我们亏了。我只站在我这边。他们有大招保护我，这个麻烦了。我发现还有一个不打，那更艰难了，四打五更艰巨了。舍弃所能舍弃的，还是分开跟他打。要改变的。又打了，赶紧跑！打这个太乙真人，看来要有一点耐心啊，会让我更强大。要不然动不动他就开个自爆给你，你就要躲开他。确实挺烦人的一个人。你想第三只手抓我？然后要打克隆战，又不知道哪一个是哪一个，飞的话雪人也不好选。哎，就死了！我开个大他就死了。
飞过来，你的空手都死了，我还飞过来干球啊！能扫主要是守塔不好守啊，这一个坑，这个坑。设计所能设计的，改变我要改变的。慢慢打吧，不能太着急、啊。不能击败我的，会让我更强大。我们飞行能力会比他们快一点。谁可以飞下面一个？下路。我只站在我这边。这样打很纠结啊，塔也拆不掉。我、哦、操！一下子三个开爆，你这要是给他们爆掉，就必须不死也残废啊！我、哦、操！我操！太狠了吧！打下跟我打，这不找死吗？是我们围住了吧？还不死、啊？赶紧拆塔，有机会就拆，先把血吃了。飞下路的人，这个孤单呢、啊？单着的最好打。我只站在我这边。爽，让你们战战战，只要他们不在一起打就好打。去打我照打。照灭他们不玩，他们也就一技能有伤害，然后大招可以复活。接不住我的白刃。纯辅助英雄没有更大的伤害啊。我自由，我选择。不要他，他们又来一个。哎呀，糟糕！先撤，先撤，他们要爆了。设计所能设计的。改变不要改变的。哎，能有护城吗？不能击败我的，会让我更强大。哎，有一个队友飞过来了啊！哎，哪一个是他？哇，这样都能横扫天星哈！先回家吧。我只站在我这边。我操！我们上路的塔都被这个家伙给拆光了。设计所能设计的，改变我要改变的。我觉得玩回去守塔这样的，再不把这些兵线清理掉啊，上路塔都被拆掉了。进攻敌方半千人，我自由，我选择。我们家毕竟是战士啊，他们定位于。这是辅助，我操！怎么炸弹连续换啊？不能击败我的，都不消停的换、啊，更强大！我靠！我操！
超神了，赶紧跑！你的空手接不住我的白刃。谁先投降？我操！怎么到处都有他们埋伏的人？我靠！我自由，要死！我选择。开始撤退。我靠！还好没被他抓到啊！形势也还不错吧？为什么要投降？不能击败我的，会让我更强大。不就少一个人吗？有机会了啊！这个没血了。哎，飞呀！设计我能设计的，改变我要改变的。我操！后面他们大的话，那个时间很快啊！啊！发起进攻！Your team has destroyed a turret. 先补点血了吧，他们的伤害爆两下，爆两下很痛的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An ally has been slain. 我自由，打通了路了。Double kill.把这个上路也把它打通。你的空手接不住我的白刃。Your team has destroyed a turret. 一点点把他们的塔打掉了，他们就不会再消再在外面跑来跑去，所以我们才有机会更好发育。设计我能设计的，改变我要改变的。Your team has destroyed a turret. 把它拆了啊！没攻进去啊！我只站在我这边。哎，火花，这根塔都没拆掉啊！Team has destroyed a turret. 不能击败我的，会让我更强大。谁往泉里？那他们家基地飞了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. 再把中路的塔给他拆了，这样全部拆掉，他们基本上就没辙了。这边还有好几个，我自由，我选择。不，完了完了完了，别跑回家去了。还好他没回家，要不然我直接送分了。现在已经把他们家的塔都拆得差不多了，中路塔已经没了。第三只手设计我能设计的，改变我要改变的。不过越打到后面也是越打越麻烦，就越不好打。要不去打暴君吧。别把他们引过来，他们现在人太多。好，等他不过来，我就去打暴君。开始撤退。
一直打呀。没血了，我操！先回来一下，要不然过去很容易挂。这选人有的时候不知道选的是哪一个。我只站在我这边。搞死他！现在我们伤害更高了，倒也不怕你。Double kill， 双杀，对吧？他们有一个去打主宰，看到了啊！刚才看到有一个在打主宰。不能击败我的，会让我更强大。还有一个人应该是打不过的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. Your team has destroyed a turret.我还想去打主宰，对方直接认输了啊！不认输也不行了，又超神一次。Victory！ 上啊！我操！我超神去了，还没 MVP， 什么情况啊？而且我们，但是有一个是不玩的啊，这个怎么也没显示掉线了。